然后请进。我爸爸的名字叫顺道，所以其实顺道红茶就是我爸的红茶。那为什么叫和田顺，就是想要和田在一起啊。那在我创业的时候，我爸爸说有一天你会做得比我好。我们运用制作鲜奶的技术来生产红茶，它完全没有防腐剂或者是高糖分的保存，透过瞬间降温的方式能够让红茶保存它的鲜度，又用日本的三温糖降温到20度、10度、4度，才发现我超越了爸爸。我觉得红茶是这样，就是说当我爸爸的客人跟他说你们家煮的红茶比你较好喝的，我觉得爸爸也开心。和田顺本店就是希望给人人情味的感觉。